上就想你非得有这个。你得不要吃，你要吃嘛都不吃，他就吃个香。你做事啊，你这吃嘛名也吃嘛气的。谁不骂他，他走了再吃。对了，谁不骂把嘛都给吃死了。走吧你，走吧。是不是先含着嘴里，俺家叫吃着那个，一步一步跟着吃了吧。走个脚似的。你咋老是走我这，走的我都不认识。那呢？我把车一丢到这儿，我去转会儿。转吧，转吧，去。一会儿再找你啊。去转吧。你这跟那胡走开了。你这胡走开了你。我咋没胡走了我咋？这个频道错了，你我胡走我。这咋能咋的呢？我的频道不是开着这个，开着这个嘛了，我咋的？我讲你频，我咋是胡走咋的？我讲你看。哟，让你给护着了，你这不是护农的，你这不是护农的，这不一溜走都扫光了，你看，这不是护走了，你这不是撒个香，哎，故乡香，我一溜个一，沾着一溜走的光，现在就撒不着。哎呀，太奸小，咦，那你大妈都不吃你成光，我弄住，我这开起沾着，来，你等于100斤的话，那78斤我弄走，78斤我弄走，帮我这个小忙，帮我这个小忙。这一桌肉还是关灯。我不让他吃这个，他吃扁可以。你不让吃？我吃扁饼。不让他吃那个。对，吃了扁饼下劲儿麻了。我下那个了，他俩都。妈懂不了。我都不懂了，我懂啥？他炒个饼，他这饼能跑了了？不跑啊。我跑也吃。对呀，我不跑，我不愿意吃。吃的嘛，我看到往哪跑，腿跑，俺对着，可是都卡着。工人兵嘞，工人兵那不是等我的局嘞，那不是。工人兵打局的呀，他一进局你不上马了？我们工人也不吃马了。吃马你不上去了？上有公有公事了都。等等怎么了？你来了不是你？我咋来？我看着你吃，我了俺去了你说。我这不是你是你捉你捉我五根儿。你现在不是有梗吗？啊，你捉我这个总有根儿啊！我现在看属于，啊，气鬼，你在变招儿呢，我这没，你都不，你这腰量大。对了，你可以，哎，对了，你这样可以。就算我变招儿，这回我就算我变，哟，这回你可以，哟，嗯，你口味吃的跑了，那你跑不跑？不归你管现在。你吐嘛了？吐嘛的了？你咱现在不捉，一捉他不捉他还想跑嘞？这不捉他都不敢动。捉他几手呗？啊，你捉他何必嘞？你捉何必了？他没啥看的嘛。你当捉不死他呀？咋不捉？你就捉他个试试嘛。你马一上以后才能捉他驴。对。你就越是困难越是抓不着他，他就乱跑。妈的，大的他跑到那。他的两手啊。兵大个都捉。你看吧，他的两手，他先跑跑。哎呀，你来吧，你跑吧，姑娘你跑。上马了，瞅我的局了，我啥咋上马？进中兵了，那我当进中兵，咱也不管。进中兵，我讲你进，我讲你跟儿子还打嘞，我讲。我给你打了咋了？我给你打，我都给你打了咋了？上马。嗯。还打我嘞？再吞一步就行了呗。那你不吞，你在哪家？再吞一步，他打我局了，总得跑呀！我说，我得跑呀！我跟你说，不能叫他把局给打了。那是。上马，踩跑。踩哪个跑？踩跑个鞋。跟。啊，鞋里啊，鞋里，不正规了，表也不干了。哎呀，他从之前那我也整知道是。你这话都说了，你见没你那挂了吗？挂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好。呀，也真给他踩跑了。你要我啥不敢踩这会儿，我一吃他咋走了？你吃啥？对了，我吃啥？我吃嘛了？你说我吃啥？吃跑。我给他吃了咋了？搁那。表演啥的，这不重要。你吃了。走哪里？你搁哪儿？我叫我看看你走哪去了。我想看你搁哪儿。你先沉底了就行。那咋？沉底吃的吃。沉底鞋，你鞋别沉底了，我跟你说。鞋不让你沉底，你跟你沉底等我响了，我跟你说。又跑到这了。那你不要沉底，我都搁这儿，反正。你还是五根，还不能两车，还在边，不能唱着我。我日，你要吃一五，然后是我唱着他了。我吃到这饼，我看他咋跑了。我吃个饼，
一百个不跑。等等等啥？穿吗？等这个。啊，穿啊！哎呀，这不等了，给他牵个牵马吃了。穿马带钱的。对了，牵个吃，他吃完饼干吃个大驴。对。是啊，这玩意儿养肥了。养肥给他吃了，吃爽。哦。对了，跑不了呢。大过来一吃爽。再吃爽。吃爽他得打他干嘛？对呀，走的补给不好。这咋着的？这咋着的？这不走了水，水很。那俺下巴是吧？吃到的。咋着吃的？现在抽一个，我连着吃的俩呀。他咋着吃的？踩，下巴。有裤子不踩了咋弄？我打回去了。你先踩跑，我打回去。先踩跑。你只有先踩跑啊。菜包我举给你吃，我供啥足了？我鸡巴一吃你啥？菜包可恶心呐！菜包不主要是你菜包我都恶心，我啥？我吃你啥？我干！干了！我叫你吃我啥？这不吃一个了？啊，来！这已经吃一个了，你怕？不是，我已经吃了一个了，咋了？我已经吃过了。你咋不去那么多？就着霜呀？咋不着霜了？也对了，我自己就着霜啊！我咋？咋走的鸡巴真水了？我那会儿都着，再搁到这，再搁到这，可厉害！真鸡巴水在这会走的，这搁到哪比较合适？不应该压的，直接当机了，算了。干了，搁到哪就干，然后直接进去戳穿了，拿下来了都。你搁那儿金条，你咋弄？你吹老姜给。金条是哪炮能顶？对，我现在都想哪炮顶的了，我搁这哪炮能顶的？你着霜，经常都是想着霜的。他应该着霜的是。哦，你呀，瞧瞧，应该，你别管他，你先管你吧，你也不考虑他这。我一弄他今天金条，他金条，金条，金条，打他，对了，打他。老太婆来味儿，谁呀？可多啊！刚才没逮住你，这下逮住你，我说你跑不了了。对了，你打就给他打了。刚才没逮住你，这回可逮住你了。跑！我也知道的，只要真回来，你编一个道理的，一窝都能。一窝这些事儿啊！哎，我都走错了，这人送过来是一样的。举个皮个红，都是朋友。别我别打呀，那局看着嘛了，又打着局了。真是的，这回真回来了。啊，打着局，在那连跑。啊，打着局了，死的局也不中。啥吧啥吧不中。要想想，我跟你说。我丢个啥的关键。丢啥还中了？你看看过了，我反正我都控制不住了，一丢字儿。这四句我也讲一点一刀，不是一刀。让我单赢，小宝宝是小宝。搁谁把撸了？我也讲咋弄了？搁小宝宝。搁谁把撸了？就了。哎，送子吧，送吧，送吧。小宝，不用上。嗯，该送子吧。那我讲咋走了？我讲电影。先把这炮推一下子。刀不是，那顶吧，跑来了。把都杀住了。别吃了，吃了，一吃的他都是。常识。常识，瞎吃的。吃吃吃，瞎吃。上老姜，哎，对了，该上就上，能成几步十几步呗。啊，能上。你说的鸡巴跟教你们万能了。你好啥装？你啥装？你有汽车证？你好啥装？对了，你好啥装？你有啥装？说说你还有啥装？无语的装。对了，你看那哎，那这又不坑了，这以后我好就丢个嘴了，我乐死。哎呀，你走哪了？打炮呢？你打炮的就把地马一杀，不容易。叫你搁这儿。咋个大炮？咋不是姜？哎，先飞个高香，飞那么香，两碗香呗。你别慌，那一姜给你跑吃了。你姜没？你姜飞香了，你给跑下腾屋了。你冻冰了？啊，是不那可以。你送冰果冰嘛？你冰老强，你种啥呢？果冰肯定还好一点。嗯，那你别过了。你姜我可是不好走了呀，不好走。你先打我一部局咋走了？咦，靠着打局你不是派兵了？先过兵嘛。哎，这还真是个气的，真捞着他。捞着他，这鸡巴捞着想打过来安全厉害，我操！对，他鸡巴都没得走，连捞着他都不快。对了，长精气。哎，你有啥走？我没啥走啊。这工兵可不好呀，你局退一步吧，还要这个兵了。中兵往哪走？那你中兵他站着他都不敢办，一派给打了，鸡巴就输了。这就走吧，对了，他一派给打了，他有气走。对了，叫他有啥气走？你叫他走，他有气走。他有啥气走的？你局退回来妥了，那个兵不能要。他有啥气走？他有啥气？他有啥气？别按住嘛。对了，这太紧了，哎呀，疼着不能走。这个太紧了，这局想回去都回不去。打了一弄把这个拿了，你现在马已经调过来看了，
他上那个马上的不举管也差不多这个地方。对了，那个冰松的冰好点儿，举会的，举不会。好了，好了，工作不报单的。派，派，认真点，派。派也中。派。工也中。不能叫乱跑。工干工也吃了。嗯，会马了。哎呀。嗯，你会马杀着他了。对了，他的马。杀着你，杀这一大你个的车，你还是多车个人。那个啥，公民都中，公民。你公民要会马，都让那叫带奖了。你直接黄黄黄马直接吃着他。黄走啥了？公民好。公民一推马都要奖了。对了，你们吃着只带着奖，你都赢了都。就看他能往哪儿跑。是的。欺负人。啊，上一个就行了呗。公这公也吃了。嗯。瞧瞧哎呀，那个阿斗更劲儿，你啥呀？你干啥？徐某都跑，徐某都不跑，他硬比那哎呀，腿不穿，他不想丢那个兵，你不想过兵要紧，你看老蒋他不过了，不怪他，不让过谁啊？上他谁？我说那让去那边吧，你让去那边让徐变搁那，那不是那个基本上摆出来，那不能，那又区别了。你说了，你会吗？是不是？你要让到那边，那是让，你搁基本上摆着都不算让。啊，上战场上不让。行了，不能亮了。哎呀，你会举着不中了，一会儿一仗就当不成了。领下了，一仗就当不成。二十八，是不是？快喊一仗就当不成了，嗯，退局太厉害了，退局退回来都要死了。不想了，不想了，是不是？退局都没法弄了。那你不是想工作吗？看他吃还是不吃啊？哎呀，你供吧，你想咋供吧？我管你兵你嘛，退啥嘛了？退局吧，退局。他就让我住下。不退嘛，想你的。走都该想。走着想兵了，会嘛会嘛搬着吧。对了，会嘛憋着。算了，这啥？太阳都晒死了。他憋着一下不叫他吃你。对了。都是要骗的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这是退局的过来，就当一当倒呗，就倒了，别别别给他胡作，马丢了，别给他胡作，别给他胡作，你别给他胡作你，你瞅我上哪去了？他还不敢，就是啊，这回可以撑死了，爽了吧？又不能撑死了，你这次都给他刮住，我可会了。哎呦，差一点压个局，你要是让了，可不厉害了。要摆一边没说谁了，我操！啊，没摆那边，马坏了，差点跑了。哎，这个兵可以跑了，这我不懂的他也不能动。那你动我把这个给吃了，你试试。哎呀，我都试试，我看你多厉害。打你个兵，打个吧。打我都给他吃了。打个死。吃鸡巴了吧？还可敢打？就是啊，打都可以上死。嗯，上次推往老蒋，哎，对了，连着的，怕啥个事？他一动先拱着一个。对了，不动给他吃喽。嗯，啊，咱也会。你都说了，你还我入啥了？你咋你认为你不入的？那，你给弄一个这个大一大我这个跑丢了。你不上次直接打你了跑了去？那。咱不会轻易放过他。这个比刚才缓解多了。啊，差点要不上这个马弄死了，太着急了。太急了。你看着这玩意儿，啥情急？关键进进局，我自个儿想着多了，别让跑。进一步局吧，不要跑了吧。你这个跑保不住了，我一直前我就在想这个问题。对，你这保不住了，这个。你咋倒着那主意，我换你个主意，啥不好说？我也是这意思。啊，打吧。那我肯定打你。他下楼先把。对了，好，看来就把米气了，这不能留。追着老是一直住啊，把主意弄开。我叫他抢我走到哪去了？他叫他吃个多了，吃个你这，他叫他吃也不多。你这跑，你认为你能活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也活不了。找一下，他把死的意思。把这些人弄他的事儿。对了，你把你的局找回来。我看着我不要拱，他鸡巴随便走。把事情给他弄到中不中？啊，弄。讲了要把事情给他弄到中，是吧？把主意咋推？把主意咋给他扯到中了？管你是热主，是不是？
还是住这边吃了。关键是别别别，我叫你硬卧，就咬不了。哎，就这刚才你说咋？你刚才你说硬卧的是吧？我老子丢一个字才能硬的，不丢字不硬不牢。我跟你说，太哈了。我热了热了。来，咱开最快，来来吧，来，咱开最快。哎呀，开最快，比比。你我看你跟你的快是我的快，分啥也不中，甩也不中，我不搭理他，我基本他的举不能东西，等我一下住他就说。甩也不能会中那个是吧？嗯，我都不搭理他，我叫他叫他走，走，这啥意思这？还想跑呢你？你下吧，我看你咋下来的。跑的他。你是那个想跑的你也想跑？不叫下这个不好弄啊！啊？啊，想往哪儿？想往哪儿拍？往哪儿拍？这不是这高音往真流清？四下过来咋想拍？这都中，真流能拍。往回退一步，这他吃了把冰的吃进来。哎呀，这吃冰的不能直接。进去吃香呗。吃香，他又不干那个，你不是干不干？你吃香嘛，你吃香就过冰嘛，吃香，人家中嘛。哎呀，我都这样的，我看到那快，我的快，我一般。他讲我上脚，我基本他都没有撒气，我给我看到谁都快。要是撒一跳，你再倒。他一跑，我一拱住，鸡巴双兵，鸡巴。我那边兵呢？他那俩兵在边兵，鸡巴都有我的快。这都不撒，撒了。啊，他有我的快，我都不知道他有我的快。没有你的快。你是一二。对，一二都不中了，你还到位，都到位了，你还跑啥跑？跑个不点点守住家里面。这是跑，我说这是拿到那，别人该回来了。回来，跟老靠着老家后头。嗯，下嘛，我跟你说，叫我能，叫我能，我跟你说。你看呀，这个不老懂，那是为啥不把饼给打了呢？打饼我都彻底完了。哎呀，关键时候。关键是，谁要不说谁跟那个住共享了？他不说谁住共享了？去哪一晚？去哪一？公交吧。能拍？我直接共享就妥了吧？我拍的干啥？共享，共享。我直接共享都行了。又拍。弄出来了没有了？怕弄出来了吧？哎，那是一平常做的，怕弄出来。这又拍出来了，太夸张了。啊？你工地出来工？我那他一家子咋走了？又那家谁了？啥那家工人家。嘿嘿嘿。那家到工去了，对吧？这一家子拿啥？三箱。啊？这三箱。三箱。他会三箱，三箱换。他会上香，对不对？他会外出来，他会上香。往哪摆呀？他上香，我把香给他拍了。找一样的游戏吧。找香是上香。上香拍香一香。啊，你能换个香？他肯定在香。嗯。先拍出来吧。你瞧一下吧。我跟你讲，先拍出来。先拍出来比较好，他不能一直抓咱，是吧？对，他拍出来不能上桌。不能上桌，他不能上桌。不能不能。他老姜现在给他顶到那个了，你知道吗？先拍出来，再拱一步，把老姜给他顶到这。他不能唱着，你知道吗？交枪吧，这气人家我赢不了你，这不，这我都敢说赢了你了。刚才你说赢我害怕了，我跟你说。这回输了，这回交枪吧。这家伙多厉害！到这一枪，你要把他妈的一杀，他等下了，对不对？他没劲，骂一啥鸡巴没劲。你不会骂了，你们。下来吧，下来下来，这已经中了，这你肯定不中了。我说，你光想，昨天你不都这样耍我呀？入了入了入了，入了入了，最后还赢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厉害透了，还就讲你，他还就讲我了，他还，这啥意思？打我的局了？是不是要打我的局了？哦，要抓着讲一下，这还是啥情况？你成个事不如打不进局了。你给我喂！我成啥事了？我都不成事，我成啥事了？我看你咋杀我的关系？上香只有上香吗？上香主往那一下可厉害呀！就是啊，上香，我跟你说，往那下一下。呀，八局呗，八局都要进来了。八局讲你一下，那啥大局？大局啥大局？讲你一下的。那啥
你上身双凉，双凉一怕的话，你把怕的闷闷的。这是大局，搁哪大局啊？都不给他们机会。都不给他机会，就是大局。把香烟啥都抽了。烤的好啊，还有上香点一点，香。都是亲我的。哎呀，那有过年咋走了呢？你过年咋走了？供吃你。你吃，我叫你吃，我看你咋吃了。吃我。打他。那我打他。打出来。鸡巴让他搁这搁。看着。我看啥的看？看啥的看？找什么？讲的要。看啥的看？给他个还走了。你咋打了？中了。我打你不老多了。那家中了，你还咋说？这个病咋解决的？那个病咋说？用菊藤了。先攒了局呗，攒了局呗，还得看着。攒了局也开门。那局一过一过一个人，那能来着？没有死。你说这俩兵在这鸡蛋没点作用。没有死。对了，他鸡巴硬攻啊！你要是攻也不会。哎呦，局在腿了，我跟你说。好了。没有死。瞧吧啊！人家都攒到那了，人了。打一个，我跑了。哎呀。